待会儿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青春阳光的小 boy，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是谁呢？你们应该知道的哦。不知道。大家肯定知道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，这个叫什么？香槟大，香槟。香槟广场。香槟广场。好，我们现在三个人已经到了。哇哦！好冷。怎么太尴尬了？怎么拍呀、啊？我们今天是那个三牛开泰，然后现在三只牛都不太能吃辣的，所以我们点了鸳鸯锅，并且是微辣，就是为了留一点面子，还是点了微辣。其实我还是能吃辣的，我也能吃辣。成都的辣不知道跟我们家差不差。我们一会儿看看何乐和张亮有多么能吃辣的，那不得自自冒汗呀、啊？这个成都的微辣火锅跟我们那边的微辣火锅一样吗？对方、你可以感受一下吧，我估计你会唱歌。好、是吗？好久不见，让我们来干个杯吧。干杯干杯干杯、互拍互拍。好，我开吃了。必须来吐槽一下，成都火锅竟然没有麻酱哎，为什么？志峰，因为小傻子。不是啊，你看，这个太油了。但是应该是，就是成都火锅都是油点，你实在不介意，你还可以拿个干点。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麻酱，真的非常好吃，拌着麻酱。哦，我的自制火锅酱是麻酱，加上这个蚝油是吗？嗯，蚝油。然后再加一勺辣锅里面的，就是这个酱，辣就是辣汤，然后搅拌就特别好吃。像这个，它是把两种广西的酱给结合到了一起，然后有一啊。我说你怕辣？你现在觉得辣吗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刚刚好。一肚子，你再一点。我发现金牛座果然是很倔强。倔强金牛。现在要他们看，他们要抽一个，抽这个盒子啊！哇，这个好！你看这个大小。他们现在像小孩一样要抽这个盒子哎。iPhone 手机，抽不到的。那算了，你都算了，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。因为咱们金牛也没钱是吧？对。要精打细算，对，抽不到。啊，对。重庆来了，天哪！成都夜游应该是成都一日夜游。你咋拍我呢？反拍你吧。成都一日夜游就到此结束了，感谢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感谢季风牛、季风金牛带我们去，赵牛还有洛牛、洛牛、三牛，三牛一起去畅游了一下成都，感谢这个季风牛导游。导游，这期 vlog 呢，大家要从我们三个里面微博里面拼起来看，才能看到真正的精华，是不是嘛？那也不是不行，是吧，季风？啊，是啊，对啊，是啊。所以呢，这好像是我第一个拍的 vlog， 对，然后你不一定是你第一个，你有可能都发不出来。为啥、啊、所以也在慢慢尝试嘛，不知道怎么拍。对，所以请大家，对，不要吐槽我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